面啊，比如说像这个输液管的回流啊，包括尿道情况，这都受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破坏。啊，这个应该先过来做一个检查，看有没有前列腺炎啊，有没有比较严重的一个肺泡道炎啊，同时也要做阳痿早泄方面的一些专项检查，还有就是两边的治疗啊。前列腺炎呢，在我们深圳呢，这边呢有一个比较这个啊，可以说是比较神奇的治疗手段，那就是我们的智源肽啊治疗系统。智源肽的治疗系统呢，它是通过一个背磁场能量的一个自动化的配置啊，直接的疏通腺管啊，消除炎症啊，修复受损的这个前列腺细胞。和一般的药物治疗这个时候就不一样，一般治疗一到两次啊，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，对，达到一个彻底治愈。还有啊，空腹的感觉，所以我很多朋友啊，治疗前列腺炎呢，在咱们这个深圳男科医院呢，通过了支原肽治疗，这之前过两天才会发现啊，特别肿，其实这个是排便。没错的，而且呢，大家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，你可以接我电话。好，那老葛。